怎么样坏？怎么样坏？你都不会管。欢迎你是上就是有你这种。就坐了，你就跟我看多了。其他乘客帮忙缓夹，结果扫到台风尾，受到在北捷红线往淡水的列车上，因为穿衬衫的男子怒控旁边民众不断咳嗽，叫保全来要把人赶下车。其他乘客好心劝架反被呛，双方爆发激烈口角。少来这一套了，少来这一套。然后火爆场面发生在台南长兴路一段，消防打灯要回转，后方车辆长按喇叭立刻引爆战火。 后方就在马路边了，你们，而且最近车，后方驾驶气炸，怒轰问讲乱开车。后方就在马路上大声互呛，让路过民众超傻眼。另外，在台南崇明路上，白衣男子怒气冲冲，挡在机车前方，狂呛阿伯，但夸张行径还没完。 白衣男跑到路中央，手拿铝棒凶狠拦下阿贝，疯狂飙骂三字经。街头金剑球棒队好在超商店员出来劝架，没有上演肢体冲突。但白衣男嚣张耍狠，也得付出惨痛代价。记者杨宗胜、周嘉文、陈冠宇综合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